台湾来的座谈呐、啊，嗯嗯，啊，昨天来，我的昨天做嘛来了？是做嘛？做嘛来台湾？带三件来，带三过来台湾，台湾过来生三件，三件大班、二班、三班对不？生三班，生两班大班个，大班就稳，二班个找无，三班你保卫。哦，保卫哦。保卫。大家保卫个，啊，第二班个找无个，稳大班个。啊，恁来遮，伫倒位？来等保卫啊！阮祖先祖辈嘛拢伫个。保卫。还保卫啦。所以来台湾就是开始工租地进场。伫来台个，来发开个，再分开个。分开个。分开，阮大家再去再垦地买了垦地，你话你，你话你垦地啊，较难个垦地。遐做个，所以你细汉伫垦地出世个。我伫垦地出世了，再去搬田农起田，再去搬宜兰啊，宜兰去读册，宜兰人读册啊，一年读一年呢。然后到宜兰啊。宜兰读册啊，读册都，读册读个尾啊，空军嘛。要不我搬来陈金马家，搬来陈金马家，空军嘛，空军，你们都是空军吧？啊，搬来家，在陈金马家，在陈金马，我做田来做田。搬三届。哎，我那公伊也拢来做田。哦，恁所以恁阿祖阿公拢是做田，拢做田啊。你当初拢是做种稻啊吗？哎，种稻啊，种稻啊。种稻啊。哎，刚才你。田地有做田甲做地哦。啊，恁倒是祖先你嘛？祖先是做地还是做田？啊，做地，做地蛮地无地个，哦，咱家是地个吼，啊，做地也有做田。两个拢有吗？嘿，拢有做。你出世是？台政九年嘛，九年，哦，那你出世，你会使，你讲想较早日本时代，你细汉时阵大概是安怎个？哦，大概生活嘛真困难呐。我读册吼，我哩嘛二十啊，搬二十啊去吼，读册，要读册拢无钱个咧。迄老师就讲咧，拢，因为经济歹啊，啊，拢。腿脚脚也矮哦，买双鞋，敢那脱帅，遐大双，一年就买遐大双，等六年穿个六年哦，要破暗个人敢穿个，去好多世界都穿哦。古早个经济哦，真困难。你讲你读册学校是叫？国民国小，国民校，就是大溪，即马大溪。大溪国小。大溪国小。迄当阵的老师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？台湾人。嘿。日本人嘛有台湾人啦，我有台湾人教。啊，你较早的同学，即马阁有伫个吗？同学啊，剩两三个。我知个中一个四岁，剩两三个。哎，各地的，哎，存在的。较早你毕业，你读册时阵，你阁有啥物印象？对，我读无到毕业了。你无到毕业？我读个六年，你嘛都无读。为啥物呢？因老爸死，老爸死啊，死伊无钱读个，学钱都无读个。你当阵读册？读个五年，读个六年，爱读个六年，我五年都无读。六年我无出去，讲无出去嘛，尾嘛有政治啦，嘛有出政治化啦。老爸无地了啊，无钱要读个，真艰苦，较早真艰苦啊。啊，无读册，你去做啥？哈？无读册，你去做田呐？做田。你嘛去做田呐？到布田，到竹草，人知。我大汉啦。啊，去当阵。尾啊，到二十岁就去。去厦门去做电池的，
做咱拓矿的电池的。哎，去做迄电池啊！去做电池，你关西啊做电池。关西？哎，去关西。新地遐关西。哎，新地关西，去关西啊去做电池，拓矿做电池的，拓矿的电池嘞。你是学西吗？还是去？起码都学遐，去遐做师傅嘞。哦，做师傅啊。